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穿着高尔夫球衣坐在车上，与他的太太安倍昭惠合照，甜蜜模样罕见曝光。这也是安倍生前最喜爱的照片之一，过去从没曝光过。他和他夫人两个人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这是他自己最喜欢放在自己家里客厅上的照片。安倍和夫人珍藏的生活照，三月底在台湾都看得到。日本产经新闻与安倍晋三之友会跟台湾黑熊学院将举办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届时将展出上百张独家照片。展览海报，安倍拿着咬了一口的鲷鱼烧，快门捕捉下这开心的模样，令人不禁跟着微笑。另外，这张安倍的结婚照，两家族同框，在台湾更是首度曝光。一旁还有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与母亲安倍洋子、太太安倍昭惠，而家族是日本食品财阀。这张是安倍昭惠帮先生庆祝60大寿，安倍生活点滴首度公开。安倍昭惠夫人，她看到这个摄影展很感动，所以说呢，她也拿出了很多就是家庭上生活的安倍的照片也拿出来这个展览。安倍晋三模仿相扑力士动作，这是平常严肃政治外衣背后，安倍晋三私底下也有活泼一面。而这张2019年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抱住刚走上台差点跌倒的安倍晋三，这尴尬又不失轻松的笑容。跟随安倍多年的这个心腹叫秋生田光一嘛，安倍的出访各种时候，他是一直陪在安倍附近的，他会拍了很多的安倍的照片。透过这次的摄影展，唤起台湾的主体意识以及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台日有人追忆安倍，也不忘两国安全，除了怀念安倍，也让安倍有台理念延续下去。三立新闻格子刚才好台北报道。